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峰会分享的 Phoebe，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位于海坛街229号澳海 A 单位，这个是个一房单位来的，实用面积287尺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澳海是由远东及市建局合作发展而成，2019年入伙，楼高27层，有两部升降机，每层各设三至四个单位，合共87伙分层住宅。虽然是单栋式住宅，会所都有提供健身室、烧烤场地及露天平台等设施。交通方面，离南昌站及深水埗站只需要五至七分钟路程，而荔枝角道同长沙环道沿线都有多条巴士及小巴线来往港九新界，非常方便。附近还有两个大型商场 V1 和西九龙中心，还有多个电脑商场、街市、戏院、银行、诊所、文青小店、饮食食肆，生活配套非常之成熟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入去单位看看。客饭厅是长形设计的，非常之光猛，有个对流窗，夏天不需要开冷气都非常之通风。露台的景观都很开扬，我们前面望到会社和南昌站，远望海景。房间科栈实用，透门设计悭翻不少位，而且光线十足。L 型的开放式厨房配置了个中型雪柜，有窗，在小单位比较少有的。最后我们看看个洗手间是光刺，而且配置个淋浴间干湿分离。我是峰会分享 Phoebe， 想了解多点随时联络我啦，拜拜。